爸比，你会写歌哦？听过《摇滚教父500》吧？特拉，我未来也要写歌，当摇滚巨星。爸爸爸，聊天都在搞什么啊？早该解散了。喂，洛宁古，我们解散算了。啊，宁古，是爸比的名字。对，我不能放弃，就算天王也不是一次就成功。看什么？还不赶快跟我回去练团？我们聊天室有救了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